怪家庭好奇妙，一家人长相完全不一样。我家是比较特别，因为有三个兄弟，但是我们的发色都不一样。是你们三个是兄弟？红色头发那个出生的时候，你妈妈是不是解释很久？我跟我妹妹是完全不一样。哎呦，真的不一样哎！那天拍照的时候，她是不是有情绪啊？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